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保养品牌 Arvis 的创办人 Tiffany， 我是 Claire， 你好。我跟 Tiffany 是国中同学，我们国中的时候就很好，然后一直玩在一起。然后后来他到加拿大念书，然后我结婚去了香港。可是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场合，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把我们又牵线在了一起。那后来 Tiffany 有一天就问我说，他想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因为他工作了非常多年，累积了很多的工作经验，他想要发挥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面。然后就问我，我当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他了。我知道他在工作上一直都是很认真，而且我也相信他的专业，于是我们就创立了 Arvis 这个品牌。基本上呢，因为我从小就很爱这个护肤保养，后来也因为工作还有生小孩的关系，肌肤有一些变化。其实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用自己的肌肤测试，我就决定说我要做一个很天然，然后保湿能够做到足的一个保养品。所以那时候才想说找最好的朋友 Claire 一起来合作，做一个自己真心喜欢 CP 值高的一个保养品。那为什么会叫 Arvis 呢？是因为 Arvis 呢，它是一个深海的元素，我们未来所有的保养品都会以海藻系列为出发点，这就是 Arvis 的由来。不管是哪一个肤质的时期，我都认为保湿才是最重要。所以在我们现在 Arvis 所有的产品当中，我们除了坚持低敏之外，尽量的用一些天然的成分，让肌肤达到亮白的作用。除了多喝水之外呢，敷面膜真的是很多保养品是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呢，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说好懒得敷脸哦，天气好冷哦，但是我们像我们家低敏的面膜，我们即使放在温水里面，你隔水加温，都还是能够很安全的使用。Tiffany 跟我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俩觉得保湿是首要之物。那我自己的保养的习惯，我早上晚上会用不同的面膜交替，然后我会强迫自己喝很多的水，然后我也加强了我的运动量。在流汗的过程中，我同时也会把体内的废弃物排除，晚上再敷一片面膜，加上正常的保养，我觉得就可以有我们比较有气色的皮肤出来了。这次疫情当中呢，其实说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把这个预算拿去买了口罩跟酒精、哦、所以那个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人戴口罩会长一些青春痘啊，或者是像我们自己的孩子有一些这个过敏，就因为戴口罩的关系上课很想睡觉，或者是鼻子不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特别请了国际证照的精油老师帮我们调配了一款就是近呼吸精油，然后可以点在这个口罩的四周的边角，然后让很多人就是能够呼吸顺畅，而且就感觉到真的气味芬芳，然后也有这个达到抑菌的作用。很多人都以为 Arvis 是一个单纯的脸部保养品牌，其实 Tiffany 和我都认为女人的美丽是从头到脚由内而外都需要被呵护的，所以人家就说没有这个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有信心去研发更多的产品，也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丰富多元的 Arvis。